上来，我送你回去。你送我回去，那我是不是还得给你送回来？我可没这么说。你怎么这么啰嗦？你赶紧上啊。哎，你这是看不起我的技术是吧？扶稳了。在夕阳之下，我想为你侧脸，喜欢看你发呆时的特别的依赖，对你的承诺不更改，想被你散步花盛开，想拉住你的一直坐在海边，你的风吹动你的裙摆起舞翩翩，你是我此生唯一，我只想要陪你花香里的秘密，此刻不是你。陪我下雨天，你都多大的人还这么幼稚啊。喂，你小心一点。技术比不上锦秋姐，但上路还是勉勉强强的。我刚刚纯属意外。哎，你是不是还没逛过江怡啊？没有。那你想不想看看整个江怡啊？啊，什么江怡啊？啊，前面一条路右拐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好嘞。这个地方一般人我可不告诉你。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？抬头。在这儿呢，抬头能看到星空，低头。低头可以看到整个江怡。行了，我带你去那边看看。其实我觉得这儿比较适合春天的时候来，春天所有的花都开了，比他们那些人工种植的美多了。哦，不建议晚上来。为什么？想知道？想知道自己来。季福大，卖关子是个坏毛病，你知道吗？你来江阴市很久了吧？你出国的第二年，我就来了。大学也是在这儿读。